样。这个是什么碗啊？这个是生蛋螃蟹。这个螃蟹它这是可以捏捏的，然后但是它太破洞了，它里面不是都会有水珠吗？嗯。就是摸起来有水珠感觉，我要把它挤出来。换我挤了，弟弟。你看，它洞在哪里？嗯，它洞在前面。嗯。我还没有看到你们挤出蛋蛋来，只有地上本来就有一些。哇哇哇哇！直接，太多。看我的，看我的。好好看弟弟，看弟弟挤蛋蛋。嗯。弟弟，要不要请姐姐教你啊？姐刚刚那个连续发射，不，姐姐你挡到了，哦，看不到弟弟。弟弟好像不行哎，你要不要教弟弟一下，跟他讲一下方向？我们是不是要让弟弟，因为反正还有很多蛋蛋，我们来把一个捏破看看。好。好戏登场了，呀，我要把这个捏破。捏不破了，不行蛋。不行哦，弟弟要干嘛？对了，我去拿剪刀切。不要！